把侄子来家里上班的第一天，给他做一条清蒸鲈鱼，再来一个擀面米豆，行不行？可以可以。干不干活不要紧，不能把你亏待了，知道吧？活受一凉，你爸不来找我算账吧？来，先把鱼上面这个粘液给它刮刮，去去腥。天坑鱼吐吐呗。对。哇！一足地道菜会不会翻车？把这个鱼翅端位给它嚼掉，走到后背这地方再给它抬一下。好，就这样就行，一边一个，不深不浅。开好背的这个鱼来给它彻底的清洗一下。我来帮忙呢，我不能光吃不干了。你会不会切大椒丝？简单。你奶带出来的小孩都不错，你看你爷爷也会做，你爸也会做，你也会做，说明你奶教导有方。好，给它浸泡十分钟，入味。来，加水开始蒸。姐姐，你没来这今天半个月哈，没开过锅，今天你来了开锅了。以后让他天天开锅。行，明天想吃什么再做给你吃哈。行啊。给这盘子底下摆一点葱姜片，就是为了等你蒸的时候，然后那个空气更流畅。我们现在给鱼身上统统刷一遍油，就能锁住这个鱼肉里边的水分，到时候这个鱼又鲜又嫩。大火开始蒸，点火。我跟你说哈，烧锅也是一门技术，你要学不会哈，一烧就熄。我好好学呗。我把所有技术都传给你哈。行啊。哇，你干嘛的？有点小小的失误，好像忘了撒细盐了。没事啊，我不嫌弃。现在趁着这个鱼蒸的时间，我们来熬一个料汁，这个是这个清蒸鲈鱼的关键哈。来点蒸鱼豉油。洋葱给它滤出来，这个料汁留着备用。鱼马上就好了，炒上一搅就能吃了，饿了吧？饿了，早就饿了。你看鱼一定想吃，是不是？嗯。这个肉看上去鲜嫩鲜嫩的呢。来点葱丝、姜丝，再热油一呲一下就行了。顺着这个边上，把我们这个料汁给它淋一下。哇，就靠它了。哇，娘，你瞧你这么香呢，香吗？嗯，好，擀面皮豆出锅。没听到引擎会声音啊。哎，吃饭了，来，今天晚上一荤一素，管不管？管。再配上你奶种这个大白米饭啊，这米饭还是从你家带来。我从小吃到大的。对。那今天谁吃鱼？行啊，不用动，不用动。吃饱饱的，知道吧？在俺家跟在自己家一样，哈。吃饱饱不想家，一点不想，你就当成自己家就行。哇，看这地方的肉，再蘸点这个汤汁。我娘要不是我来，你家这不进节骨吗？啊，天天就我自己，我都不弄饭。有时候我那一到晚上一卷块煎饼，卷点辣椒，一顿饭就过去了，喝点水。那我来了，你肯定啊，你不能这样待着了。嗯，你来了，搬怎么办？你不来，我连煤气灶都不开。我阿姨什么时候来家？还得再过个把月。抽空我们俩去看看吧。行啊，陪我去啊。我陪你去。